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宝宝，今天跟大家来到观澜湖手艺工厂，这里有15个手工体验工作坊，现在进去看看先。看到有纸艺、陶瓷、木艺、金工，仲有其他的手艺工作坊嘅，而家入去行个圈先。一楼系啲商店同画廊 ，Let's go。入到嚟见到一啲陶瓷嘅嘢賣啦，有啲杯啊、碟啊，同埋茶壶。咁另外呢度有一个狮头喎，哇，好靓喎！咁另外呢边咧有兔仔嘅杯同碟啦。今年兔年迎下节啊，哇，咁入面呢见到好多香港嘅地方地标嘅字啊，哇，太大啦。有啲中国服嘅店铺，有啲卖袋嘅位置啦，不过系卖鳄鱼皮具嘅。呢边啲杯同壶都好靓喎。呢啲系首饰系列嘛？哦，水墨系列。小布条哦，拼拼接创意拼包，拼接的这个是，这个也是，拼包的。咦，呢啲手工艺品都几得意，几靓。我又谂起咪咪啦。上到嚟二楼呢个纸艺嘅工厂啦，佢有啲展览啦。佢全部咧都系用张纸剪出嚟嘅图案，全部咧就用手同铰剪咁剪剪剪剪剪，哇，好犀利啊！见到呢度有个玻璃工厂，见到入边咧有啲小朋友整紧玻璃。哇！开咗个火炉，不要站在老师，对，不能站在我的后面啊！对，因为我后面没长眼睛，如果后面长眼睛了，那就不得了，我就不吹锅了。对，这就是软的，你看软软的，我们可以到那边。对，它是软的，是吧？刘斌，你的瓶子已经越来越大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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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跟那个差不多。那再给你搞，要瘦的，对。等一会儿，现在可以蹲哈。蹲他对啊。
慢慢吹啊，别让它歪掉。用力。然后这个做瓶子底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再吹。加油！再吹。对，嘿嘿。好 ，OK。好了，好。够不够大？都砸下来就断了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就是让它从这个地方带。知道吧？因为你现在这个画饼没有口呀，画饼口在那头，你要把它倒过来。这是要干嘛？你观察那个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叫做顶杆转移，我们要把它倒过来。这画饼不是没有口吗？口在那头。是啊，我们要再做口，知道不？叫做顶杆转移。啊，对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自己来拿。来，自己拿这儿。还没有那么快，我没把口打开。把这个口部打开的，明白吧？整紧呢个花生咧都好靓。咁头先个炉咧有成三百几度啦。这是老烫的，所以说你们不能乱动，知道吧？动了后，我们有时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就不小心把烫了后，马上就起个大泡，就起个水泡，非常快。还要少？不够大。对。弯到上面，就能转好。你看，白要不要大？啊？白要不要大？我要大一点，我要这种颜色。好像朋友们已经回来了，对，差不多了，都刚刚都弄到。看到这下面不行，对对，立不起来了。不是立得起来，但是太大了，它不对称，不对称的。长大了可以的啊，等你长到一米五来，我就不怕你摸，你尽管摸。摸的话，最后是打磨。对，要磨了泡光才行啊。下一个是我，因为烫下来他就明白了，所以拿东西他就注意了。咁呢边咧个工厂都几大，全部都系整手作玻璃嘅，又或者整土耳其灯啦。有幅字画啦，都是喺啱啱整紧个碟嗰个老师整嘅。咁咧，佢每只字咧都系一笔过咁整啦，犀利。另外這個呢个咧就翘晒啲金色嗰啲啦，然后咧下面咧再填翻呢啲沙，有颜色嘅沙，哇，好犀利！咁呢边有个皮艺工厂啦，有啲制成品摆咗出嚟嘅。咁呢只狗狗铺道咧都几似。呢个整紧皮带喎。对，这是一个三角头。闻到啲皮味都好香。这边有些整好的制成品拎来卖的，有些手袋仔、散纸包，看到是这个水果盘也挺有趣。我们今天呢过来这边玩一下这个线的工作坊，自己选了喜欢的形状之后呢就画一些图案上去的。咁見佢旁邊咧都有啲製成品喎。
咁咧，今日咧，我哋试画下呢个中国花。哇！我好耐冇揸过呢啲毛笔啦。开始。咁咧，幅画咧本身系咁靓噶，但系咧我咧画到唔知似咩，仲要老师帮手再帮我执流。咁咧有导师喺旁边帮手执流咧，都见到个花型。咁咧，佢而家教緊我寫中文字。今年兔年啦，哇！我好耐冇揸過毛筆啦，我驚自己唔知寫到似乜啦。好啦，個完成品搞掂啦，多謝個 Miss 幫手，搞唔掂我自己。頭先咧畫漏咗中間呢啲葉葉，跟住老師咧幫我整翻啦。即刻靓仔翻晒，佢呢度有个整类似泥胶嘅工厂啦，有啲小朋友嘅作品，见到出面咧有啲制成品啦，全部用纸做嘅，咁呢个咧。又似俾小朋友玩，又或者系狗仔嘅屋仔。呢度有啲扎染咗嘅布啦，都几靓。入面有个 Miss 在度整紧扎染布啦，咁行翻出嚟咧有幅画，哇好靓喎，仲要劲大幅。上到嚟四楼啦，佢有啲花嘅制成品啦。有这种浮油花，然后带一点点香水的那种浮油花。哦。咁呢啲摆设摆屋企都几靓。那他们还可以做那些口红。咁同埋室内做一啲绿化啦，上面有啲树叶。同埋呢个位置咧，俾人上堂嘅。咦，系喎，上面仲有阁楼喎。关注到嘅。哇，好得意啊！嗨。喵。哎呀，佢黐人呢。咩事啊？嗯？喵。猫啊！你做咩要揾个 pet 黐住我？喵！哇，好靓仔啊！哇！哇，好咬我！呢个臭猪啊，做咩咬我？呢度一个木艺嘅工作坊啦，入去睇下先。Yeah！ 只猫继续喺度，好可爱啊！猫店长啊，哇！哇，那度有只黄猫啊 ，hello， 唔似我以前细佬仔嘅阿嘅，哎呀，哎呦，似我细佬仔哦，咁挂住我细佬仔，系啦，乖啦，乖啦，嗯。乖呀，做咩喺度洗面啊？嗯？啱啱见到有个架上面咧，有个木制嘅足球。
咁嚟到呢个剪纸工厂啦，咁头先咧楼下见到佢剪纸嗰啲作品啦。個製成品好靚啊！好啦，今日參觀完呢個工作坊啦，同埋有得畫下畫啦，好耐冇揸過筆啦，咁都幾好玩。咁今條片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，臨走之前記得俾翻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翻我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